今天拆五个奥特曼盲弹，都是红色的，有大有小，看看今天浪哥能不能抽到隐藏款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我们继续开拆。先拆第一个奥特蛋，这个名字好像有点不对啊。嗨，是一个奥特曼勋章，赛文奥特曼，还是一个纯金属的徽章，纪念币，一个可爱的奥特曼人偶，捷德奥特曼，胳膊还是可以动的。这个捷德也太小了点吧。继续第二个，哎，这是什么？奥特超人现金果冻，难道这里面会藏着现金？开，真的有现金，绝地求生，这是来搞笑的吗？一分钱，难不成绝地求生也出纸币了？再拆一个大的，布鲁可，是德塔奥特曼，有武器有地毯，而且是正版的，这个不错，浪哥赚到了。继续来个奥趣蛋，巧克力豆，看来这里头有吃的。开，一包彩色的巧克力豆，看样子很好吃啊。这是什么？一个拼装的皮卡丘，皮卡丘拼装完成，真的好小一只。继续最后一个奥特能量球，封面是一个初代奥特曼，开，里面居然藏着三个奥特曼，哇哦，戴拿奥特曼、德海奥特曼、中间这个怪兽，你知道它叫什么？看看今天浪哥的收获，抽到了一个布鲁克泽塔奥特曼，运气还算可以。